不好。哎呦，欢迎来到庆记的小教室。今仔日我要来和大家讲一件代志。我因为我才拄食饱尔，即马头壳淡薄仔无啥清楚，啊，毋过不要紧。今仔日我要和 Jesse，伊讲即边安尼讲较好啊。好歹势。动到你的镜头。今仔日我要和 Jesse 来讲阮家己，若是呢，因为阮拢知影，一个人的家庭对伊的影响有足大的。阮若是呢，出生伫咧对方的家庭内底。你感觉即马，阮两个的个性，敢会有啥物改变？阮两个人的人生，敢会变甲足无共款的？请 Jesse 食了水果的时阵，甲阮解说一下，你感觉你的家庭是一个安怎的家庭呢？我嘛要来食。拄食早吼，来食一寡水果，安尼较健康，大家知影无？虽然会较开钱，啊，毋过健康袂当牺牲。好，换你。我的家庭就是，自细汉就是较善吃。自细汉，你对我讲过。所以父母就较辛苦，伊伫咧打拼趁钱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嘛就善食的。所以爱打拼趁钱啊。系啊，阮拢是打拼趁钱。啊，即马到底是我讲还是你讲？哎呀，讲。啊，过来就是，因为较无钱，啊，爸爸妈妈嘛无读迄个册。所以他們就會把希望放在我們的身上，想要讓未來的生活，未來的環境較好的辦法，就是靠讀書。所以他們希望他的孩子要認真讀書，所以我們自細漢讀書的時候，就是有壓力的，因為他們對我們比較嚴格，无法度啊，因为就是你爸无啥物，恁兜也无啥物背景，无像有个人，学道，毋是迄种背景，有个人可能有爸母有财产，有公司有啥，你也免惊讲连工会无钱无头路。因为阮就是啥物拢无，所以。你即摆你讲的这是咧，甲我的家庭做一个对。比较就对啊啦，你是安尼讲的意思。恁兜嘛也无啊，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要么就是阮兜的态度，爸母的态度就是。啊，恁爸母的态度对你是安那？较有。靠读书，伊就是希望阮拢爱较贤读书，然后就是靠这个部分未来。所以你是讲你会当得一有一个足好呀、足好的工课，还是讲有你的？公司也是安怎，要么至少你会当。你若是读册读无好，你的未来就是一扑屎就对了。应该是讲，因的想法内底就是读书会，互你有较悬的机会，有较好的未来。唔是讲，伊并无讲无读书就安怎，要么你若有读书会，互你的未来有较悬的机会，卖讲偌成功，也是讲偌好嘢，要么至少你会当有。比一般搁较悬一点点仔的迄个生活水准，所以阮自细汉就是因搁会晓的物件，因就会逐工甲阮考试啊，甲阮复习啊，甲阮检查监督阮的功课。你安尼敢袂感觉有一种，就是敢若若是册读无起来，就会互人看无起的迄种感觉？所以你就无想要互人看无起，所以你就足打拼。毋是你真介意读书，是你无想要去互人看无起，所以你才去读
住台下就挂。因为阮迄当阵阁毋知影讲，就是阮阁细汉时阵，阮毋知影啥物叫做人看袂起我，因为无人会去看袂起一个囡仔。啊，毋过阮较捌代志了后，阮知影讲，阮的爸母互看袂起。你的爸母互相看袂起。就是有人看袂起你爸母，像就是真正有一寡行为，就是咧看阮兜袂起。要不过你做一个囡仔，朋友看恁阿母阿爸袂起，系啦系啦系啦。真心所以你做一个囡仔，你无办法，因为你无可能有钱去互你的爸母变好呀，你无法度互因变互看会起。哦，所以囡仔会当做的，就是打拼读书，所以真正是当会当安尼。你读甲足悬嘞，读甲足高嘞，就是为着要互恁爸母去互人看会起。对，我甲阮哥哥，因为我甲阮哥哥的年岁较晚，所以阮两个。一方面当然是爸母对阮的功课考试啥拢足严格的，一方面是阮知影讲人看袂起阮的爸母，阮两个会当做的就是甲他拍拼读书。因为你大概过年也是啥物家庭聚会，拢会问讲啊，你去有够够读册无啊？考第几名啊？你安尼试探。嘿，啊无就是哦，你知影无？你考你迄国中考高中，是毋是会有放榜的时阵？放榜迄天哦，因新闻拢会讲哦，几号几号什么高中诶成绩公布，哦电话随来咧，问讲啊公布啊是倒一间，我想甲你有啥物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啊伊就是想要知影讲你安怎，啊无就是讲，逐项拢就爱问诶，啊你无法度，你无法度变连伊变好呀，你敢有法度考成绩？就啊我即届阁考第一名，啊我即届安怎安怎，来互爸母。较有面子的，人讲啊，我囡仔足够读册，人我唔知影有效无啦，是毋是？人较无，较袂看你。你唔知影有效无？啊，不过你即马已经为大大毕业偌济年啊，甲即马恁阿爸阿母够互人看会起啊？因应该讲因阿爸阿母足骄傲，讲因拢无啥物读书的人，会当譬如讲我读大大，啊，阮哥哥嘛读清大。啊，阮妹妹做老师，啥物其实拢算是比一般佫较悬一点仔的成就。安尼，恁阿爸阿母即摆有满意啊？叫足骄傲的。对，也毋过，真正看阮袂起的人，阮嘛已经无联络啊，所以你无法度佫去甲因呛声讲安怎啊？我代代。啊，若佫见面，佮有想要甲呛声者？是无想啊，因为安尼你着敢若。哇！你咧看袂起，哦、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无必要安尼啦，系啊。哦，好啦，好啦。所以就是做人莫安尼看猫无点。哇！恁兜安尼嘛，敢若足重视别人的意见的。但是别人对你有啥物看法，然后你就敢若一定爱足看重别人，你对阮有啥物看法，啊，阮才来改变阮家己的做法。因为伊毋是敢若是安怎看你。伊是有一个行为，已经是咧，甲你看轻啊！伊是伊真正有对你做一寡代志，咧看轻你，毋是讲伊若甲你心内安尼想，阮做在伊咧想，对无？伊就是真正有做一寡代志，互你发现讲，伊对我安尼，所以你才会知影讲哦，伊安尼。无，你有可能，安尼两个囡仔知影讲，家己爸爸妈妈有看袂起，一定是有一寡代志啊，对无？啊，伫阮厝较无共款。因为连阮厝，我毋知影阮三个囡仔，阮嘛是三个囡仔。嗯。啊，佮上会晓读册是阮阿姊。嗯。啊，我较袂晓读册。嗯。啊，阮阿爸阿母伊嘛是国中毕业尔。嗯。啊，毋过阮阿爸有家己咧做实业，伊家己有公司，啊有员工，带咧做工课。嗯。所以伊看社会个代志看较济。伊就有甲我讲过，讲迄册免一定讲爱读足悬的，上重要的是你爱找着你家己有兴趣的代志爱做啊，有法着去看有法着去带人，啊，甲你就是爱拍拼事业，你爱有迄个才调去带人啊，去安尼共同拍拼。一件代志，你家一个人做工课赚不了钱，嗯，所以你找边一定爱读个足悬，啊，不过你一定爱会晓带人，
然后安尼去，互迄共迄合作，啊做伙拍拼安尼才通会了解。所以因阮我伫咧厝诶时阵，我著拢无虾米读册压力，可能嘛是因为伊拢无咧甲我插潲，无因可能有咧想要甲我插，啊毋过我拢无咧甲伊管。所以我就变作较迄种自由自在的个性。嗯。啊，我嘛无一直感觉册一定要读偌悬，啊钱伊爱趁偌。应该是你毋知影讲你是安怎爱读册，啊因为阮可能我读册嘛无个就，我大概读读个就无聊诶。我爱读册，啊毋过这足奇怪就是哦，我一直到差不多高中诶。第三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我较感觉讲，哦，我真正想要读册。但是我较开始感觉讲，是因为我家己想要读册，所以我读册。而且进前我拢感觉我是咧为着阮爸母读册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咧无介好，因为我种我感觉我常常拢看轻迄足贤读册啦。你就是感觉，感觉读起嘛无够。感觉读册读啊就怪了，感觉时间还要足太久，然后读册，其实伊其他方面可能无介好，就是感觉未介足会晓甲别人合作，还是啥物物件，可能无介好，还是社会经验可能无遐济，因为敢会晓读册尔。嗯。我感觉常常有这种。那无一定啊，因为会晓读册的人嘛是有足侪种的。啊，你讲诶，迄敢若是伫其中一种，啊，迄种诶人，你伫个未晓读册人内底，你是无想法度看到迄种啊？有啊，嘛是有。对啊，所以我。也是愈侪嘛有。嘛是有可能啊，所以我感觉这甲读册、读悬、读侪、读少应该无关系，就是甲人，你这个人是安怎有关系？哦。对啊。哦，是哦，是。嗯。是啊，嘿，啊，不过就是刚刚讲，因为迄当阵伫阮厝，阮阿姊咧考大学诶时阵，伊嘛是足认真诶啊。伊嘛，伊拢伫咧因班嘛是拢第前三名诶，啊咪嘛足拍拼诶。嗯。啊伊上尾后去念大学诶时阵嘛是，找到伊家己喜欢诶，迄个咧学诶迄个物件，所以则甲阮爸爸讲，伊想要去较贵诶大学读册，啊毋过伊是较喜欢迄个物件。啊，阮爸爸嘛是支持伊，讲伊爱追求伊家己喜欢的物件较重要，卖去省遐偌济钱啊。嗯，可能迄当阵阮厝人较无遐欠钱，所以阮阿爸才有这种想法，讲你爱做你家己欢喜的代志，啊，有兴趣的代志，对你未来的帮助较大。阮是无差，反正拢爱贷款家己拿，你要去贵的，你就去啊。阮阿爸真正就好诶，阮阿爸拢都是拢是五十万，无你感觉是安怎？我一出社会就欠五十万呢。阮阿爸拢拢付掉呢。对啊，真正是差就做。你要紧，你要摕较贵诶好啊，你去啊，反正还是你爱留，一个爱留。按讲，我迄当阵就敢讲，我无想，我迄当阵高中毕业，我就无想要读大学。哦，嗯。我就敢读迄个，敢无啥路用。嘛是袂啊，嘛是有人读了有路用。有啊，即阵人应该是较大部分是读了有路用。对啊，迄要无路用嘛是你家己造成的。不是我家己就刚刚讲，读迄四年真正不如去外口做工作。嗯，你若是去学一寡物件，真正有一寡经验，正经的工作是 OK。啊，我做迄工正经，我咧伫咧。你有看你有学着物件无啊？有着物件，啊，不过我都赚着侪钱个啊。安尼就是。无啥路用，无啥路用。对啊，你讲安尼，啊你讲太大无路用，啊你安尼敢有较有路用？无。对袂？奇怪。嘛是爱阁想，看有啥物其他办法有法度安尼，经济上有法度较有力无？啊无就干呢烂诶，规支人咧风一吹就飞去。所以呢，我若是讲，啊毋过安尼，我若是交换家庭咧。但是你出生伫我诶厝内底，你有我诶爸爸甲妈妈，啊，我有你诶爸爸妈妈，哦，我夭寿，我安尼规工读册读到要死。你可能有跳楼，因为你讲压力伤大。因为嘿啊，啊，我无读册阁袂当。系啊。因为我爸爸无甲我，诶，阮大学诶。
是哦，我高中的钱可能都唔知道要倒位，我家己个爱去出去打拼。哦。啊，你就无共，你若是伫个阮厝，你感觉你家己安怎？我嘛唔知影，我是不是佫会读较济啊？啊，不过你若是读去贷贷，你就无家己的贷款啦。我就会先，因为我大学贷款差不多500,000，啊，我不是去读研究所嘛，研究所我是哪打工哪去拿，因为我那个贷款的我就变70,000，我以前无法度，所以我就去打工啊拿研究所的学费。啊，不过你若是伫咧阮厝，你应该袂遮有压力。啊，不过袂遮有压力，反正吧，袂读了才好。嘛是有可能。哦，你就感觉规工散散，跟我同款的，唔知影同款，规工唔知影创啥。环境就变安尼，我嘛唔知啊，要唔过环境嘛是，环境我会，因为我同款想要读，要唔过我会读了较快乐。所以阮若是交换，我可能和你读个差不多咯，因为你会安尼，你会变个较散有无？你就会落来，啊，我会较无压力，我就升起，我怎啊同款学校？要唔过环境我是同款安尼读读啦，啊，只是我是较无压力的读。就是读了较欢喜安尼，对对对，唔知啦，反正就是安尼咯。好啦，袂歹啦，今仔日就差不多分享遮啦，时间嘛足长个。食了水果了后，即马遮嘛已经要差不多要10点，今仔日较晚转来，因为公车，阮伫个公车呢，公车站要等公车。啊！结果迄台公车怎啊直接为阮头面头前甲开过？伊已经规台车拢甜啊！伊甜甲细无去两两个人。阮迄是第二站尔嘞，所以伊伫头一站就已经甜。上晚应该足侪人想要转去厝，所以真足侪人伫内底，所以阮甲即马拖到要9点才到厝。嗯。所以头拄啊用药食食，即马要10点，咱洗洗袂好困。嗯。明仔载继续。上班，打拼，赚钱。好哦。好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今天的夜片，再见。